是的。我 GFY 直接用压力劝退了 Candy。你别说啊 ，GFY 最近这种打的是很多的，上一次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圈型 ，GFY 也是差在隔壁的这种防区跟别人打的就很激烈，就是四防，他选选其他的一些好位置也多的。哦，这边 FTY 也是打一个圈边卡一下人。哇 ，YLG 啊。嗯 ，Pero。哇 ，Pero 这么早跟。是。哇。这个位置直接被楠楠抓了一个大侧身。这里要来这个半坡看的话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是，一定要在路上也容易被打，一定要带车出来看。是的。观察点不可久留。主要是这个圈型你会去默认旁边是有人的，马云龙也被放倒，肯定扑了呀。狮子，但是这个人补不了啊，其实对于 Pair 来说还是一个大劣势，稍微能延缓一下对方攻势嘛，机会。狮子第一时间被烧着了，完了完了，这个很难受了啊。然后他烧倒了 NKK， 这一波 Pair 只剩一个人了，这种情况就很尴尬 ，AZ 就会就是从 AZ 的视角来看，我到底是帮还是不帮？对，就帮其实也是有可能就直接整个队就 GG。是的，就在这里的话，就是说，把车往旁边一摆，然后自己跑过去。如果去得早的话，我这边的话，幺幺二也被幻神给放倒了。我牛黑皮现在是指哪打哪。对，兄弟，他是打别人的那一方。对，幻神直接把幺二补掉。Forever 这边。还好他的位置队友能掩护到，但是远处有枪线在修他、是还是跟兄弟们集合了，能集合，对，这个结果是能接受的。那我就能理解天霸这一局也依旧是在四方等的，对对对，他这波是只能等，他必须要等了，因为超龙了。是的 KRG 过来啊，这边哎呀没有，这里的话两个卡边的队伍，对，七七是拿到一个淘汰。哇，这个 Formy 也是初期转移的路上啊，频繁的受挫。是的，崔乔现在不开枪，那就是影地板。这里你有点过，哎，但是还行，还行。话还没说完，很猛啊，还挺准的，挺准的，压得很好。川剧变脸，解说也会川剧。打得好啊，真准！我一开始想说这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必杀距离，没想到这真的把他秒了。是的，有实力，看来这个。启言，你真的觉得一枪就解决了周启言？其实在这个时候 ，Jacking 他甚至可以就再等一等，拖死拖死牛 happy， 他就拖，因为你这样的话跟队友打不配合也好，对吧？就算我掉了，队友也还有三个人，是就是打一个决赛圈的资格是有的，没关系。是的呀，就已经快等到第三方了。天霸，你看枪都在旁边，炮都架好了。是的，你打不打？到底打不打？好，牛 AP 截到一对绕圈的翔鹿 Gaming， 这个圈因为是一个同心圆，所以说没有什么好绕的。先把峰峰给拿到，现在牛 AP 又拿了六分，六分，七分了，七分，七 分,、啊、七分，对，加那个 Jacking， 所以，好，这里 XCG 撞击了围墙，嗯，我感觉也是无奈之下随便一撞啊，是啊，撞过去，别人都已经防好了。而且这个圈系你看 AZ 那个厕所越来越危险了。嗯，是的，这 FTY 马上推过去了。是的，他那个坡真的超级关键， FTY 一定会打的。是的，哦，悟空和 CD 选择休战以后要走，但是被拦截下来一个 Monkey 过来。哇 ，NewHappy 优仔疯狂拿分，八分啦！你就看他这种位置真的垃圾的不行，但他就是一直在拿分。对，他就是能拿到这些分数。是的，周明。终于是被打下来，他背后的堂弟弟出手将玉玉放倒，这样一来的话，悟空的人数又被削减了。是的，然后我们看到南边的话 ，FM 听到动静也是想过来劝一波的 ，CDG 已经是被淘汰。是的，哇，这把 DJ 小北的手感非常的好啊。是的 ，Pale AC 已经被自己把自己雷了，不给分，不给分，啊、不给分。哦 ，New IB 还有两个人 ，FM 这边是打了一个天霸的背身，哎呦。林树起步的时候明明又被撞倒了，这一波牛还比有点掉节奏啊。那整个南边有原因的，我们就喜欢这样打。是的啊，等林树只是中间出现了个插曲。是的，是的，阴差阳错、啊。嗯，来，这是一个盒子。盒子啊，盒子来了。现在靶场的战斗打响，边缘已经打起来了，现在就看十七他这一波怎么去处理。十七这波只能且战且退，在靶场里面卡个边。
等会儿靠投掷物来打这个 KR 镜。对，现在应该没有用太多投掷物啊。是的，全是打靶。嗯。幺 P 哦，这边被天霸的燃料弹烧到了，明明三倒，那这基本上没得救了。对。GFI 杠204。现在只剩下我们看到右下小框啊，只剩楠楠，然后天霸准备一波直接给他突了。是的。啊，突击成功。幺 P， 但是这局他拿的分数是拿了八分啊。哎。就这么烂一把，他居然能做到一个满贯，对吧？对，受不了。满贯，哎呦！就是我们说，就这把虽然他没有吃鸡，但是你还别说，他这个分数拿的是甚至有机会冲击，就是单日低的那种分数。因为单局你只要拿，九分两天的比赛，对吧？就七八分以上嘛。对对。对吧？然后你在吃不到鸡的情况下，你能拿八分。而且你想，这把圈其实说实话，也对他们来讲，除了这个圈算是吃到了，其他的圈基本上跟他没关。啊 ，FTY 这边，他要去这个半坡嘛，这个半坡有点上下挨打，啊，只能全边先待一会儿。还有他有车。哎呀，伯良掉了。啊。这个时候掉一个人，火力差距很大哦。他是被坑了。对，刚下车就被打了。这里我们看木琴，打一波，手雷正好炸倒。炸倒了以后看谁能得力啊！口口这个烟快要散了，赶紧往前搬。K 还在 K， 两边都要看。好、哦，伯良这波是暂时缓过来了，口口被灵树补掉。站得高看得远。哎呦，天霸这把打的也是很爽啊，已经拿十个淘汰了。天霸这一局感觉像独享上帝视角一样。确实，哦，上帝视角没了。嗯。哇，七被 DJ 放倒，哎 ，DJ 今天状态真的好，是手感很好、嗯，就是感觉他打了一次比赛以后，嗯、应该兄弟们也会平时给他点鼓励的。对，那、啊、小九这里是被东放倒，那现在十七可以把投掷物对 KRG 用了，就该扔的走了。是的，天路已经是慢慢往坡上去进攻了，对他准备去摸天霸。好 ，CC 幺零八路过的时候被速九直接扫倒，嗯，天上还有好多人在打。这个位置要小心对方的投掷物，打一枪头，我猜哦，位置被发现以后立刻被龙四哥修了两枪，抬不起头来啊！现在十七趁机用投掷物掩上，哎，这个投掷物的质量就比较弱、嗯，哎，菠菜被烧到了，这波很关键，要准备从围墙打了，是，来了，李构斯拉到侧身，看一个近点的突击，三人配合，小北过点被爆头。燃烧弹菠菜已经被烧倒，李构斯拉到近点，哎呦，哎呦，对方反应好快。这样一来的话，十七被迫要扶人的话，进攻节奏被拖了很多，蓝军已经开始收缩。高点天霸是把脚底下 KRG 全部给淘汰完了，他现在可以扶人。是的，他之前给了天路很大的压力，天路手上还有一颗雷一颗火，不过他依旧能用吗？应该是可以用的 ，KRG 的车没有受到太多的损伤。是的，看一下十七能不能利用 KRG 的盒子跟天路的分数进行一个交换。是。FTY 现在交换很关键，天霸和 FTY 仿佛是场上的一个九十度夹角，是的，枪线啊，去针对从靶场出来的队伍。禁言，哦，天路是跟着十七脚，哎，哎，踩人了，是的，就在脚上，就在脸上，大家都在混烟，都在混烟，这波这的场面非常混乱啊，烟瘾很大啊，这一波，是的，还没有进圈，这波十七也是。他跟天路分数做完一个交换，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就是他走到这一步，从目前他应该算是最后一个从靶场出来的队伍。是的，是的，他被两个队这样夹着打是，就没真的没机会。就打到了他，哎，哎呦，这个好爽、啊！哎呀，这个圈又往南切。老菊被放倒，老菊好像是二倒了。老菊刚才应该是有倒过的。嗯。因为他们可能默认 YLG 可能是三人编的，哎呀，我刚刚说的这个雷隐患出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四个队伍都很清楚这个信息了。对，这是 YLG 的比赛经验。其实你点点右上角人数，你就知道你自己就两个人，剩下的两个队是肯定分不独狼。然后这个地形，主要是这个地形其实是很好分析的一个地形，我觉得。哎呦 ，FTY 火力全开，蓝白圈之间，双方是战撸。的林树直接还以颜色再来，唐弟弟。两只满编队伍打起来了，旁边宁还出手打倒罗斯根。哦，这个时候对于 FTY 跟天霸来讲 ，FTY 毕竟是蓝圈赶着没有延挤啊。不是，看一下天是他打的吗？龙斯哥是那个谁打的？哦、是宁打的。宁打的。对。那他还是十八个淘汰。
那看一下博良的分数能不能拿到，博良直接打药有可能不给分了，不给分吧，这个肯定给不了吧、嗯、让他插一枪，插一枪，但是他扛不住这个蓝圈了、哎、呀，博良也是尽力绝，您这边是被蓝圈带走，最后四打一胜九五 K， 就跟说我也没想到，我好啊，恭喜天霸十九个淘汰，只差一个就能上二十杀了啊。这个、啊、吃了一把聚集，在开局掉线一个选手的情况。